我们直接要钱了。志新，志新，你这个，你们就要重新山里有多险，你知道吗？爷爷，你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个线索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感受岁月静谧，与天地共品茗。每一泡茶都要懂得严谨的对待与珍惜，每一口喉韵都有不同的香气。